驾！驾！再快点，再快点！驾！驾！驾！外臣赵黎叩见大王。请起。谢大王。说吧，赵国出了何事啊？魏国元帅庞涓率十万大军进犯赵国，国都邯郸危在旦夕。你是来请救兵的？正是。寡君说，如果大王派兵解救赵国之难，寡君将献给大王三座城池。庞涓屡屡进犯他国，实在可恶。寡人有意派兵解救赵国之难，可是不知朝中大夫意下如何。赵黎使者，你先在寡人的兵舍住下，待寡人与朝中大夫商量后再做决断，如何？好吧，外臣等候大王的决断。告辞。各位贤臣，你们说救赵国对寡人的国家有利，还是不救赵国有利呀？大王，不救赵国有利。为何有利？邯郸乃赵国国都，赵国肯定不会轻易放弃，必然会与魏国以死相拼。魏国即使攻破邯郸，也将元气大伤，这样魏国对我齐国的威胁就会减轻。大王若派兵救赵，两军必有一场血战。且不说齐军不是魏军的对手，如果是魏军的对手，也会两败俱伤。因此臣以为不救赵有利。相国说的有道理。大王，相国的说法微臣不敢苟同，微臣认为救赵国对我齐国有利。利在何处？赵国和齐国都是魏国共同的敌人，赵国若灭，魏国就会全力以赴对付齐国，这样对我齐国的威胁不是减轻了，而是加重了。如果大王派兵救赵国，使赵国免于灭国之灾，赵王必定会终生感激大王，这样魏国进犯齐国，赵国就会全力相助，使魏国首尾扬弓，魏国就不敢贸然进犯齐国。所以说救赵对我齐国有利。田将军说的更有道理。大王，田将军说的固然有道理，可不知大王想过没有，齐军数次败在庞涓的手下，若这次在异国他乡再被庞涓打败，非但救不了赵国，还会全军覆没。相国说的有道理啊。大王，相国说的极是，大王即使派兵救赵，也未必救得了赵国，还是不救赵国的好。大王，微臣也赞成不救赵啊。微臣也赞成。大王，若不救赵国，赵国必灭，赵国灭亡，齐国也将不存。田将军不要危言耸听，赵国灭了，我们还可以跟楚国、秦国、韩国以及燕国结盟，魏国灭不了我齐国。相国，不知你是真糊涂啊，还是装糊涂。此次魏国进犯赵国，你所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因惧怕魏国不敢相救，来年若魏国进犯齐国，难道他
他们就不怕魏国了吗？田将军，我不是装糊涂，你的话我也都明白，可是你率领的军队不是庞涓的对手，怎么救得了赵国呢？我可以让出军权，让有才智的人统领军队。这话你该早说呀，现在说太晚了。情急之下别说找不到这种人，即使找得到，他也不是庞涓的对手啊。哼，我能找到，这个人一定能够打败庞涓。大话谁都会说。他是孙武子的后代，孙子兵法的传人，他叫孙膑。孙膑啊，没听说过。孙膑，我怎么没听说过此人呢？这只能说你是孤陋寡闻。大王，微臣举荐孙膑为大将军，他一定能够打败庞涓。你说的正合寡人之意。你速速请孙膑入贡。遵命。田将军，你等等。大王还有何吩咐？寡人与你一起去请孙膑。草民叩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孙膑，寡人请你来了。大王亲自来请草民，草民诚惶诚恐。只是草民与大王有约在先，只做军师不做大将军。哎，军师无权指挥军队，先生的才智难以发挥，寡人不放心。草民了解田将军，田将军善于听取他人意见，如果田将军做大将军，草民的才智照样可以充分发挥。孙先生，我已经当着众大夫的面同意交出兵权，若再当大将军岂不出尔反尔？你就不必再推辞了。田将军，我不是推辞，做统帅全国军队的大将军应该有威严，我身有残疾，如何统帅全军？大王，还是请田将军做大将军，我做军师委托。好吧，就按你的意思办，不过寡人有言在先，征战大事必须听从军师的意见，如若再次败于魏军，军师与田将军同罪。草民明白。先生既是军师，便不是草民，应当称臣。微臣明白。大王，请到微臣寒舍歇息。请。钟离姑娘，我估计庞涓撤军之时，我已经到了桂林一带。你得到庞涓确切的撤军消息之后，立即到桂林一带寻找齐军的营地，我在那等你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军师，赵国使者求见。请。是。孙先生，我先走了。事关重大，一路小心。我知道。孙先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赵国的商人赵离，在魏国的客栈。哦，哈，原来你就是赵国的使者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孙先生，庞涓怎么也不会想到指挥齐国军队的是你呀。他也更想不到，我不去赵国，而是去魏国。啊？什么？你不去赵国？对。那邯郸之围怎么解？如果齐军千里迢迢直奔赵国，疲惫之时难以取胜，那样不但救不了赵国，齐军自身也将难保。我现在将军队开往魏国，魏国空虚，庞涓必然撤军，这样邯郸之围不就解了吗？如果庞涓不撤军呢？齐军威胁魏都大梁，庞涓不敢不撤。如果
齐国军队对大梁尚未构成威胁，庞涓此时已经攻破邯郸了。如果邯郸真的这么脆弱，没等我们到了赵国，庞涓军队也早就攻破邯郸了。孙先生，我看最有把握的办法还是去赵国，齐赵两国军队里应外合，庞涓必撤。最有把握的往往相反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让庞涓撤军就是了。你是不是害怕庞涓呢？我不但不害怕他，而且还有把握战胜他。说得好听啊，依我看你就是害怕庞涓。你别激我，激我也没用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告辞。先生，你的简令。我没有。军师有令，没有他的简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开营地。胆小鼠辈的命令我不服从。慢着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军师害怕庞涓，他的命令我不服从。胡说八道，军师如果害怕庞涓，就不会率兵去赵国解救邯郸之围了。你们不是去赵国，而是去魏国。谁说的？你们军师。你这是对军师的侮辱。侮辱？这是他亲口说的。如果不是呢？那你杀了我。好，你等着。军师，听别人说你不打算去赵国，可是真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想知道。现在还不该你知道。哼，你是怕我知道？不是怕，这是用兵之道。哼，我从未听说过你这样的用兵之道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孙子曰，将军之事，静以忧，正以治，能于士卒之耳目，使民无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时机不成熟时，将军的计谋是不能让属下知道的，否则属下就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将军的计谋去行事。哼，你的计谋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是想去魏国而不是赵国。是又怎样？你是害怕庞涓虚张声势，不敢去赵国。你真给我们齐国人丢脸。谁说的？我说的，我刚刚说的。来人，有，把他拖出去杖刑30。你孙膑，你好大的胆，你也不问问我是何人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大将军的堂弟，齐国的功臣，身经百战，杀敌上千，大王见了我都尊敬三分，你竟敢打我，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无视军师就该打你。拖出去杖刑40。你们敢？拖出去杖刑50，违令者斩。田将军，对不起，否则杀头的是我们。孙膑，走。你个胆小鬼，你给我们齐国人丢人。孙膑，给我们齐国人丢人。孙膑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给我们齐国人丢脸。住手。田将军，怎么回事？孙膑害怕庞涓，不敢去赵国，我责问他为何不去赵国，他就对我动用杖刑。如此胆小鬼怎能做军师？走，我们去找大将军。对，走。大将军也没用。
大将军跟我是一个主意。你胡说，大将军绝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这不是贪生怕死，这是军队作战的秘密。狗屁秘密！你不去赵国，与何人作战？与何人作战，不是你该问的事。我非问不可。我劝你还是不要问，否则杖刑的滋味不好受。就是死刑，我要问个明白。来人，有。杖刑三十。是。正。我看何人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大胆！你竟敢动用兵刃威胁本军师，军法难容，拉直营门斩首示众。是。你。你们都想死吗？死也比别人指着脊梁骨骂胆小鬼强。孙膑，你必须跟我们说明白，你为何不去赵国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不是你们该问的。你不说就是惧怕庞涓。哼，像你这种胆小鬼不配做军师。我们要找大将军罢免他。对对，找大将军。不用找，我来了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军师他……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一切按照军师的意见行事，这是大王的旨意。把曹将军拉至营门，斩首示众。是。请军师手下留情，饶曹将军不死。军师，曹将军是因为田国得罪了军师，军师要杀就杀我吧。田将军，当你的属下违反军纪，你不以军法惩处，能维护军纪的尊严吗？当你发出命令，这个命令又没有错误，你却要收回，这能不影响军令的威严吗？一个军队，军纪不严，军令不威，这个军队能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吗？把曹将军拉至营门，斩首示众。军师。军师，你应该把围魏救赵的真实目的告诉将军们，这样今天的事就不会发生，曹将军也不会死了。大将军，如果把围魏救赵的真实目的告诉大家，人多嘴杂，难免不透露消息，因此我们必须隐瞒我们的真实目的，摆出一副真正进攻魏国的架势，所以要封锁消息，才能隐蔽突然的出现在魏国。庞涓是一个会用兵的人，虚张声势倒不怕，他怕的就是隐蔽突然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孙膑带兵去了魏国。哎，赵离使者，孙膑对寡人说过，他这是围魏救赵。大王，围魏救赵完全是异想天开，庞涓根本不会上他的当。孙膑的真实目的是想借大王之兵报他的私仇。
大王，如果赵国被庞涓征服，他就会回军齐国，齐国也将难保。大王，救赵不单是为了赵国，也是为了齐国呀。魏国强大，即使一时空虚，孙膑也难以如愿。如果庞涓攻破邯郸，立刻回师，齐军休矣。寡人立刻派人命田忌停止讨伐魏国，带兵前往赵国。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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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师，大王有令，要我们停止讨伐魏国，马上去赵国。做两步处一旦确定，最怕这样反复无常。如若不去，大王怪罪下来不好交代呀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话是这么说，大王最忌讳违背王命的将军。大王之命是救赵，我们只要是庞涓撤军，就没有违背王命。大将军，如果大王怪罪下来，一切罪责由我担着。不，一切罪责由我担着，我是大将军。哎呀，军师，驾驾驾驾驾驾。大王，边城传来快信，齐国大军避开边城，偃旗息鼓，进入我们魏国，直奔国都大梁而来。齐国想干什么？微臣以为齐国想乘庞元帅讨伐赵国之机攻打大梁。他敢，寡人调庞元帅回来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大王，攻克邯郸指日可待，如果此时调庞元帅回兵，将前功尽弃。如果不调庞元帅回兵，何人能阻挡齐国大军？齐军数次败于我们魏国，他们没有胆量进攻大梁。那齐国大军奔大梁而来，又作何解释？他们是虚张声势，趁机夺我边城。如果不是呢？可以一试。怎么试法？命边城的军队沿途袭扰，齐军必定暴露企图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办。军师，军师，我们遇到了魏国军队的袭击，田国将军让我来问一下，要不要消灭他们？不理睬他们，继续前进。是，这。大王，齐国大军不顾边城袭扰，而是继续向大梁逼近，大王应该立刻调回庞元帅。大王，还是再等等吧。等到何时？难道等到齐军攻破大梁再调庞元帅回兵吗？我总觉得齐军不是为了大梁而来。不为大梁是为什么？我一时也猜不透。我可猜不透就不要瞎猜。大王，再犹豫不决，大梁就危险了。好，拿上寡人的兵符，骑快马，传寡人之命，命庞元帅立即回兵，保护大梁，消灭齐国军队。遵命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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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吧，大王有何命令？齐国大军正在逼近大梁，大王命元帅速速回师。你回去禀报大王，说我攻破邯郸，即刻回师。庞元帅，等你攻破邯郸以后再回师，那大梁就难保了。哼哼，齐军之意不在大梁。齐军之意就在大梁，
他们一路上偃旗息鼓，与边城守军的骚扰而不顾，直逼大梁，就是趁元帅未回军事时攻破大梁。你说偃旗息鼓，这都是边城守军所见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齐军之意还真在大梁。齐国的大将军是田忌吗？啊，听说是。哼，田忌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。田忌虽数次败在元帅的手下，可是他想趁元帅不在的时候攻破大梁，以雪前耻。他这是做梦，我又回师，他就难回齐国了。元帅所说急事，所以大王请元帅速速回师。可是邯郸指日可下，我又此时回师，前功尽弃。邯郸虽然未破，可是元帅已经攻入赵国的腹地，赵军屡战屡败，赵国已经成了新宫之鸟。元帅此时回师，歼灭齐国的大军，然后伐齐，齐国将无招架之力。齐国没有了，那赵国也就俯首称臣了。说的也是。来人，元帅，传我的令，拔营回师。元帅，不打邯郸了。打不打是我的事，你的事是传我的命令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元帅还有何吩咐？告诉将军们，悄悄的行动。我也来个偃旗息鼓。是。军师啊，夜深了，回去吧。再等会儿吧，钟离春快回来了。如果没有庞涓撤军的消息怎么办？那就将计就计，攻打大梁。啊，大梁城池坚固，易守难攻，再者我们腹背受敌，如果攻城不下，反被敌人所知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有把握攻破大梁。军师，你的话我不太明白。孙子兵法说，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我们进攻大梁没有退路，不胜则亡，全军将士必将拼死奋战。我们有十倍于敌，大梁岂有不破之力？嗯，有道理。一旦大梁破了，庞涓不撤军也得撤军。好，再没有庞涓撤兵的消息，我们就攻打大梁。对。是的。咦，孙先生，庞涓撤兵了。庞涓一向轻视齐国，此次回师必然兵分两军。我估计庞涓必然会随先军直奔大梁。我们在他必经之路桂陵埋下伏兵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庞涓必败。军师，我要将功补过，请让我第一个迎击庞涓。你不行。军师，你信不过我，你可以问问大将军，我田国作战一向是生死置之度外，勇猛杀敌，从不后退。这个我相信，我不放心的是你不能按照我的部署作战。能。军师你说吧，你让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。我让你败。什么？败？对，第一个迎击庞涓的人一定要败，才能把他引入我们的包围地带。军师，我明白了，我败，我一定败。不但要败，而且要像真败一样，不能让庞涓看出一点破绽。我一定做到。好，就让你第一个迎击庞涓。是。
追，一个也不放过。是。盾牌上前，弓箭在后。是。好，前队坐后，后队坐前，撤。庞涓，你走不了了。你是何人？怎么，连你师兄都不认识了？你不是我师兄，我师兄已经死了。你见过孙先生的尸体吗？那是金蝉脱壳之计，现在明白了吧？雕虫小技，让你得逞一次，那就再得逞一次，这次叫围魏救赵。庞涓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兵器，束手待擒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你这是做梦！你们齐国军队草包一般，拦不住我。那就试试吧。
大将军，军师，先头魏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是让庞涓跑了，没有军师的命令，我们没敢去追，如果去追，他逃不了的。军师，大将军，你们下令吧，现在去追还来得及啊。不，不能追击，应该迅速撤军回国。军师，我们打败了庞涓，魏军已成了惊弓之鸟，若乘胜追击，必胜无疑，为何要撤军呢？是啊，现在追击还来得及，把魏军杀个片甲不留，为何要撤军呢？庞涓先头军队虽败，但大队人马并未受挫，要想打败魏军并非易事。此外，我们深入魏国作战不宜久战，否则就会使军队疲惫，锐气挫伤。军师，我们懂了。迅速整顿军队，撤兵回国。是。谢大王。谢大王。围魏救赵是36计中的第二计，此计就是来自孙膑救赵的故事。这一计的意思是，攻打正面强大之敌，不如迂回到敌人虚弱的后方，迫使敌人退兵或分兵，然后寻找机会消灭敌人。孙膑运用此计，既救了赵国，又重创庞涓。庞涓不会善罢甘休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擒贼擒王》。